朋友们下午好，我呢今天下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怎么样科学的来练太极。说到科学，就是有很多东西啊要依靠数据，依靠病例。那现在呢，说到练太极拳，大家都基本上认同太极拳好，是不是啊？不然的话咱们拳友们不会都在这儿练拳。但是呢，在学练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些小的副作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啊。任何一个事物啊，它都有正面和反面，但是太极的反面呢，它并不是太极拳本身所造成的，而是我们老师没教好。第二呢，我们学员理解的不够透彻。现在很多练功点啊，包括一些武馆呢，一些教学是有问题的啊。这些主要的问题啊，是来自于我们师资这方面对太极拳的一些机理还不是充分的了解，以至于呢，我们拳友们通过了练习太极以后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最大的是什么？大家说说看。膝盖，我不用说，大家都说膝盖。的确，因为太极拳它是承重运动，太极拳是慢的，它的慢是有原因的，因为它要练下盘，它必须要慢，就是等于说练桩。但咱们太极拳的桩呢叫动桩、活桩，而不是定桩。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哎，为什么太极拳要慢？有的呢偏偏的把太极拳打成快的了，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咱们中国武术啊129种，只有太极拳是慢的，你还把它打快了，其实这根本没有道理。那打太极拳就要把它打慢，当然也不能太慢啊，物极必反。但是一慢了以后呢，它对下肢的承受力啊产生了作用。那主要练拳的目的呢，就是来强壮我们的下肢。那下肢呢，除了肌肉骨骼以外，关节是承受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啊，很多拳友不注意，有些老师和教练呢也没有到位，以至于我们的拳友呢在习练的过程当中出现偏差。这不是太极所造成的，而是我们本身人为的造成了习练者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习练者呢，很多也意识到太极拳很好，但是对膝盖，现在普遍的啊，很多练太极拳的有的后来放弃了，包括有些领导干部他说，哎，傅老师，我以前练太极拳，但后来我听人家说太极拳伤害膝盖，所以我不练了。这个而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因为我到很多单位啊机关啊讲课，那有的领导就这么说的。所以说这个的确对我们太极拳是一种伤害，也的确是我们所面临的。而且这次我看很多啊，他不仅仅是学练，而还在教。所以说呢，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首先一点呢，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啊，膝盖要对着脚尖。那现在的话我们叫膝盖对脚尖，但是在拳理拳法上呢，我们一直在讲的，一直在强调的，圆裆开胯。其实你只要做到圆裆开胯，你膝盖一定是对着脚尖的。而膝盖出问题，很多人以为是弓步出问题，恰恰相反，
我们膝盖出问题呢，多数是在做虚步动作的时候。我们太极拳都是一实一虚，一攻一坐，这是攻，这是健，攻健。做功夫呢，很多拳友啊，我今天早晨有一个拳友说：“傅老师，你帮我摆个单边。”我说好，啪一摆，他步子就这么大，膝盖没到脚跟，这个步子啊不能够太大。比如说我们打人一个单边，很有可能我们就啪就这么出去了，我们不会这么去打。拳击运动员他不是这么打，他是这么打。是不是散打？你们看散打，往往整个一些武术竞赛里，有步子这么大吗？没有。其实步子不需要，按照每个人的条件，年轻大，像我们这里中老年为多，哎，差不多就可以。但是很关键，膝盖要到脚尖，不能超过脚尖，也不能不到脚尖。因为不到脚尖，你这个力到哪里去了？到后面去。有身体的力量还在，所以说呢，膝盖到脚尖，但不能够超过脚尖，这是一个弓箭有助的。所以正面啊，我太太现在不在，我太太在，她的动作就是这样。我说你膝盖错了。没错啊，我说你膝盖没对脚尖，对了，那就是。所以啊，我教了我老婆两堂课，我不愿意教了，教不过她，没办法。所以她的拳是我徒弟教的，对，她平时就习惯了，然后身体压上去一看，哎，膝盖没拳，其实呢，你看她自己看的时候。哎，对了，回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拳友啊，也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些拳友呢，从这儿看，哎，对了嘛，动作他眼神啊斜着，知道吧？正好对了。其实你从正面，你从中正的方向你去看，这个膝盖对着脚尖，其实就没对着。一定要是这个膝盖脚尖是错位的，你到这儿来看对的啊。所以这一方面咱们拳友平时练的时候一定要关心你的关节，爱护你的关节。我们老师教练呢一定要负责每个同学在练的时候。那我说最大的问题呢是什么呢？是虚步。虚步的问题啊比比皆是。10%，哎，我用侧面啊，五个腿有10%，脚尖在那儿，膝盖在这儿，这个是很多拳友啊做的。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弓步啊是三气开，前面是七，后面是三，他再错也错了7分，但是虚步呢？你一错错了90%，因为我们做腿虚步的时候，我们承受身体的力量到91开，所以说呢，虚步啊是我们很多拳友的一个弱处，所以在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啊，我们平时都知道。前弓后什么？后蹬。但是有没有听说过后弓前蹬呢？你们回去以后，你们实践一下。我们很多拳友啊，在做捋的时候，都是一屁股坐下，而不是前面的脚蹬了以后，把力灌到后面的膝盖，再出拳。注意。两个脚之间啊，不管是弓步向前还是虚步向后，你
前后脚之间一定要五指抓地，互相扭，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元当开房。不是说一坐下来就行。所以呢，特别我们在做虚步的时候，学员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还有呢，我们做了单边下式，摆脚，很多拳友摆脚了以后，他就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坐得很低，看到没有？在膝盖和脚尖完全是错位拧的，有没有这个情况？所以千万不要，如果你能够下去，没问题。你外摆后四十五度，然后你要想到的是摆脚弓步，弓是往后弓弓，然后再落落，原当开膛。你这个第一就是整个搭了，你前后没关系。哎，你这样的话，你整个力是平衡。而不要膝盖一下子裸了，但是如果你不能下去也不是问题，并不是说一定要下。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太低，你脚步小心，你就到这里，哎，然后所以始终让膝盖对着脚尖，这一点呢就会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减少给膝盖带来的误差所产生的这些副作用。